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张，又见面了。刚刚呢，跟小姐姐就是吵了几句，然后她又跑出去了，东西也没带，肯定是会回来的。现在呢，是什么情况呢？为什么会吵呢？就是因为这个房子，我们这个房子呢，就是说也买了挺多年了的，好像是13年，是14年吧，应该是13年买的，然后呢，是14年入住的。到现在呢，基本上也快10年了。然后呢，我贷了那个10年的那个房贷，基本上呢，到明年的5月份这样子呢，也快马上还清了。到时候呢，我们就没有这个房贷的压力了。现在面临什么问题呢？前几天他就是瞒着我，然后去那个房产中介嘛，把我们这个房子挂出去了。结果呢，就说是低价出售嘛，我买的时候呢，也花了40多万。然后呢，装修也花了一点钱，然后呢，他无所谓啊，他说35万就可以卖掉了，毕竟呢，住了那么多年了。我觉得呢，他真的有时候不带脑子的。这个房子又不是说是那个汽车是吧，或是说是其他的那个什么消耗品、易耗品啊，你越用呢就越不值钱，越老呢就越不值钱。房子这个东西啊，毕竟呢，就是说要看地段，还有的话呢，就是说要看看这个。附近的这个发展啊，比如说是吧，你附近比较繁华，那你这个房价肯定会高嘛。如果说你附近的话，就说，比较偏远了，离这个发达的地方比较偏远，那就是会便宜一点。我们这里呢，房价也还算好，也不算差，反正就是基本上呢，和以前也差不多嘛，和买的时候也差不多，变化也不大。其实呢，我也不急着卖，因为呢，我们这个房子是刚刚需求的。不是说哦，你买了一套房了，然后呢，是吧？你又去买一套房，这个样子的话呢，你是用来投资啊，或是用来出租什么的，对吧？我这个就是一家人住，那我有那么大的地方，我何必去卖掉呢？我现在我这个房子其实也挺大的空间，137个平方，然后呢是属于就是说楼梯房嘛，它不用出那个电梯，所以说里面的空间就更加的大，住起来呢我觉得还是蛮舒适的，然后的话呢。如果你去买的话，那你只能买一套小一点的，是吧？你如果说花同样的价钱，你40多万，你现在买137平方的，你肯定是买不了的。你这个价格是吧？折算下来的话，4000块钱都不到，估计是3000多块钱一平方，你怎么可能买得到嘛？我们这边的房价是吧？哪怕比我们这里更加偏僻的地方，已经到了4000块钱一个平方了。如果是我们这边就是说好一点的地方，已经到了5000或是6000，有的到7000块钱一个平方了。怎么可能买得到嘛？而且的话，你买了以后你还要装修。他呢，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想的，不是说觉得这里住的不舒适怎么样，这个呢都不是重点。其实呢，我觉得住的也是挺舒适的，一下楼是吧，就有超市，有银行，有公交车站，对吧？幼儿园也近，我们这里的那个学区呢也近，离我们2条街就一个小学。以后的话呢，我儿子可以去那里上小学。我觉得呢，没有什么比这里更方便的了。他觉得不方便，其实呢，我也明白他的原因，就是觉得这个房子呀，是我就是不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还没在我们这里的时候，没跟他结婚的时候，结婚前嘛，我就买了这个房，然后的话呢，就说没有加他的名字，哪怕加了呢，他心里面有所顾忌，觉得呢，是吧？这个首付是我妈他们出的，然后呢，这个房贷是我这么多年一直来还的。跟他呢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他就想把这个房子低价出售了，然后呢拿了这35万，到时候呢，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去付个首付，或是多付一点，然后呢到时候再继续还这个房贷。唯一的好处就是对他比较有利，因为的话呢可以加他的名字了呀，加了他的名字，那肯定相当于这个是结婚以后婚内的嘛，婚内的东西你不可能说是吧，以后不平分的。如果说有他的名字了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他有这个安全感。然后的话呢，哪怕是吧分开，他可以把这个房子分一半，要么给他，要么到时候是吧，补偿他一半的钱，就是这个想法。所以说呢，我迟迟我就不同意。你说什么东西都可以谈是吧？这个东西如果说听他的，那相当于就是说这个家全部被他败完去了，就是因为我不同意。然后呢，是吧？又说我什么把他当外人了呀？看不起他呀，看不起他娘家那边呀，完全没有这回事，完全是吧，在那里胡搅蛮缠，直接气冲冲的跑出去了，关门关的砰砰响的，我也不理他，这个东西呢是没得谈。
哎，怎么样怎么样？反正那房产证现在也还在我妈那里，我也不拿出来，没有房产证，我不同意，他也卖不掉，就是这么简单。